我们在地有很多学校，除了我们的兵要以外，还有很多课程，比如说屏东县其实出了家乡绘本，对，那家乡绘本各个学校出产的形式不一样，当然啊，因为每个学校校长不一样，老师不一样，孩子不一样，所以家长也不一样，对，所以出来在地的故事都不一样。比如说石门国小是先有演出才有绘本，那我们车城国小呢是先有绘本，现在接下来他要把它演出了。车城国小他一直有一个希望，就是主轴将咱的乐山风、咱的油厂，啊，搁有咱守护阮的土地公，嘿，喊阮的囡仔念做伙。那李进前，阮有一本《公主心》，就跟洋葱有关系，哎，因为洋葱吼，你中破开的心就可以见真心。哦，不是一层一层剥开他的心吗？那就要放杨宗纬的歌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要请嘛。那个就要请炮管校长了。对对对，赶快把他呼呼。哎，他现在会觉得坐在下面嘛，丢钱。不会，我绝对不会让他好过。但是呢，今年呢，我们出的是土地公的点钞机。你应该有去咱茶城换宫拜拜对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大家人去到遐吼。一定要爱打开咱的金，对吧？对，是。放伫个，咱的金炉，金炉，爱在边看。是，因为讲点钞，对，唔免你家己担，嘛唔免你家己处理，人咱的土地工作啊，主人都天兵天将帮咱，帮咱，哎，咱的圣旨了，对啊。那当然，这个省的过程当中，它有很多科学的部分可以教啦。对。不过，咱伫一个故事内底，咱希望传达的是讲，咱下当让囡仔知影咱。故乡的故事，啊，有土地的味道对。对，其实这嘛跟咱民谣同款，跟咱乡村半岛所有的学校拢同款，伫个遮咧找咱土地的味、气味，用民谣、用故事来写咱土地的故事。咱看来，听听故事已经土地公准备好哦。是嘞咯。我过就看到土地公啊。你会想到祝福，无错。是吼。哎，来，阮听听故事要来演出，不过咱所有的祝福是。给在场每一个人的，是不是同款？你的捧个声，嘛，给咱茶社国小甲在场每一个囡仔，感谢。土地公的点钞机，车城国小。还有一群疯狂的老师呢。一满的，等下上书我画个，好着再世众人知。他是高飞啊，笑哈哈，哈哈。
送钱哦。哎，再来啊！天昏地暗，我真多，飞天撞地我嘛会，安怎送钱这种小工课，把我舞到乱乱世。一张、两张、三张、四张，唉。这是要安怎嘞？咦咦，呼，来气头行。啊！来哦来哦，快进来买呀，快进嘞！我今我买一杯珍珠奶茶。啊，喂。
讲袂出数袂够，煞唔少钱，那有搁较侪时间，袂当守护众生甲土地，台湾欢喜快乐的过日子。阿弥陀佛呀！马小姐，那已经有了，有什么厕所？你这打卡，经理，谢谢大家。哦，难怪车城国小的老师要这么骄傲的呼喊，孩子们真的把落山峰的可爱表现得很好，对，很有意象，很有光。谢谢你哦，热行那个亚洲人家说吼、哦，外行的看热闹，啊内行的看门道。我就冲着你这句话，所以我要这样讲、啊。我就故意拜托你来我们学校这样。我就是要当个内行人这样。好啦，谢谢你啦。对，这是一个很棒的演出，跟很棒的观众的心。